而另外这个妹妹呢，可能期待有一天她能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彰化的这个11岁的妹妹，她过去的2个月呢，都借住在同学家里面，不然就自己跑到公园去流浪。上个礼拜五是病倒在公园，被人家发现了，送去安置。结果呢，这个发现呢，她在家庭联络簿上有这样的一页啊，上面呢，她画了一个很大的心，心上面拿一个超大的 OK 绷把它贴了起来，上面写心受伤了。原来呢，其实她呢，这个妈妈不疼，爸爸不爱啊，日前呢还被阿嬷给骂到离家出走。社工看到了这一页的联络簿上面的这个图，觉得相当的心酸。好，每个人都是爱你的哦，主任也爱你呢。十一岁女童离家出走2个多月来在外流浪，被社工员紧紧抱在怀里，忍不住掩面哭泣。我们勾勾手，来，我们再勾勾。翻看女童的家庭联络簿，爸爸妈妈没签名，里头画了一颗破碎的心，上头贴了 OK 绷，还写着心受伤了。就很无聊，然后在学校，然后在学校被老师骂。怎么会想要离家出走？女童有时借住同学家，但大部分都待在公园流浪。9号当天被人发现倒卧在彰化三级古迹新贤书院门外，全身又脏又臭，甚至还发高烧到39度。你朋友他们家不会问你说你怎么不回家吗？只有他知道，他阿公一开始不知道，然后是后来知道的。社工追查后台发现，女童的父母生下她后却对她不闻不问，爹不疼娘不爱，甚至被阿嬷痛骂一顿，女童负气离家出走，得不到大家的爱。女童小小的年纪，心事却比大人还沉重。中央新闻陈孟辉彰化采访报道。